快点，他再来啊！哇，我你要遇到 NG 了，也要遇到 NG 了。NG， 会好好好的反应。没有啊。喂，他的反应太傲了，我的哎呦呦，那个白灯还是有塞了。聊做 waitress， 我给个头，你是有拍到我吗？没有，我在拍场。他怕我，他讲还要给他，没有，他讲他觉得他怎么会怕他？没有，没有人敢得罪我。来，我们来，因为他服务态度不好，所以他要特别好，所以他要阻止客户拱冰，所以我们看示范一下，你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来，有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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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棒。谁呀？哎，我已经动了。要把铁拉开，我把铁拉好，没有问题。你要做你那个眼神。哈哈哈哈哈！呀，你要做你的眼。我非常好像那种马来歌的 MV 人，他头发绑上，换个电台，越南歌。请问你现在几分饱啊？八分很好。请问你现在几分饱？八分啊，七分啊，两分快了，我要再多。哇，不怕哎，怪你一点。OK， 我让你喂，我让你啊，我们已经八分九分了，全部。其实我想十分饱哦，我再吃下去是撑了，我跟你讲。我已经撑了，我完了。那是要饱饱，半路半斤。竟然还有这么多，老师不要讲，还两分半，我可以吃，加油！快，吃饱了，吃饱你们了。跟你讲啊，那我感觉里面很多冬粉吧？冬粉，冬粉啊！拜拜啊！哎，你没有？没有啊！没有弹性。里面有什么？真的是冬粉吗？有冬粉，冬粉啊！然后有一些这些东西叫什么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很香。OK。美食区啊，很特别的味道，梦幻啊，神奇。用你解释，用一个字解释快点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神奇的味道。嗯，然后看，哇，你看它的这个 ，literally 是 soft egg。没有，你看它的这个雪糕哦，融化到很有艺术感。你看它这样一滴一滴的。你要喂。你看吃，你看吃。跳舞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我是苏比网红。你拍 MV 哦。对。来新加坡取景。你没有看我发那天穿来的吗？谁？你做了。哦，哎，贴身 nice。